我们这的你随便挑，反正你都打不过。听说大家都想看童子功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省羽毛球队训练基地，带大家看看业余和专业究竟差别在哪里。走。你们都是来挑战我的吗？是啊。我们这的你随便挑，反正你都打不过。就你了，这么嚣张。几岁开始练球的？6岁。练球几年了？6年了。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安徽我做主，打你不过5。那来吧。来，我一定赢。好嘞，来，击个掌。